这个牛粪呀，是通过自动的处理，我用粪叉插在背篓里这样形式来捡拾。因为每次这个背篓里面大概能装30公斤，这是一个劳动强度非常大的一个工作。如果发明出一个新的装置，能够去缓解这个脏污处理的劳动强度，那就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